SCR305，每天新鲜烘焙，为生豆注入生命力。将生豆放入烘焙器中，最佳烘焙量为80克。将豆衣分离器顶盖旋转卡好，开机并按 Roast 键以及 Time 加设定时间，可根据口感一般为5至9分钟。显示屏的数字自动包括6分钟冷却时间。烘焙过程中可观察每个阶段生豆颜色、香气、外形的变化，即听到每一次的爆裂声。设定加热时间结束，或中途按下 Cool 或 On Off 键，由烘焙变为冷却。我是咖啡烘焙师，我的咖啡我品味，我做主。